港鐵同工會開會商討今年的加薪幅度，港鐵建議員工平均加薪5.2%。港鐵按五級劃分員工表現，建議最差的一級不獲加薪，表現最好的五級加6.5%，獲評三級以上的員工一律獲發1.1個月的特別獎金，四至五級的員工就會再有工作表現獎。香港鐵路總工會表明不滿加幅，但係暫時未決定下一步行動。我哋係唔滿意嘅，點解本身咧？依家早排一個公司有個嗰啲延誤嘅嘢，佢如果將個壓力咧，其實無形中加大咗個壓力俾咗我哋，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係人工同埋嗰個工作嘅量咧，就係唔配合嘅。